俄乌战火开战至今200多天，欧美援助精锐军武，数万人死伤，难民上千万，全球经济损失近3兆美元。普京发出威胁，调派末日核武器。媒体报道，美方不排除发动斩首行动。北约与俄罗斯核武演习双登场，俄乌战争真有可能升级核大战吗？请锁定 TVBS 新闻台《乌俄核战危机》。